给老铁说今天做啥？超大雪媚娘。什么味儿的？芒果味的。给剪开自己做吧。你看你笨的，奶油少放点啊，不然太多了吃了腻。你别光弄那么多，你别往后弄，你还切了你，会不会？谁叫你吃了？来放里面的果酱啊！你看你弄得成啥了你？好好行。来点芒果果酱，这少搞点吧。哎，一会儿你吃完了，上面再上点果酱。停停停！你包着把它包起来，会包不会？你别吃了，赶紧干活。你看你，我让你做雪媚娘呢，你这是给她盖被子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怎么？包好啊，不能漏馅儿。馅儿多了。让你少挤点奶油，让你少放点奶油，你不听，看你做成啥了。把它粘一起。好好，停停，来，把它反过来。哎，然后咱再上点紫薯粉。拿着这个漏勺，我给你倒点紫薯粉啊，别动，你筛一筛，你这，哎呀，磨一磨吧，切切，好，试试吧。雪媚娘做好了啊，老铁们，咱们下一个视频咱开始吃。